为什么喜欢它呢？除了它可爱以外，最打动你的是什么？它是紫色。你喜欢紫色？就是因为喜欢紫色。那你最喜欢的颜色是这个颜色吗？紫色。小草莓的颜色。我特别爱吃东北菜，锅包肉。今天呢，我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道我非常喜欢的家乡菜，就是锅包肉啊。然后我自己最擅长的呢，那想必是还有一个西红柿炒蛋。因为我经常做的东西，经常我也会做饭嘛，经常做的东西就是西红柿炒蛋，然后炸酱面，然后泡面，就是三样是我最拿手的。喜欢你能做一个比较特别的吗？做一个特别的西红柿，就是西红柿皮蛋方便面。最爱吃的是方便面，因为方便面。方便面，对，我很喜欢吃方便面。我是一直最喜欢的水果就是杨梅。我觉得最近最治愈我的东西，除了我家的猫，就是这个大杨梅。不要眨眼，不知怎的，刘哥他就很突然的喜欢上杨梅了。不行，我想吃杨梅啊，就新鲜那种杨梅，吃了两盒啊，杨梅吃多了，又来银两杨梅干啥？注意了，杨梅又来了。哦。这次是杨梅子啊，这喝的反正就是因为我又是杨梅子啊，又是杨梅子。注意了，还依然是杨梅饿。有朋友说你准备做个方便面吗？你怎么那么瞧不起人呢？